想红，但却不知道怎么样红的爱德华。猜猜看，今天我在什么地方？给个提示，很简单，我们用一个小笑话来告诉大家我们在哪里。沙西米走在路上被路人甲打了一顿，沙西米就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要打我啊？”路人甲说：“啊，没有啊，啊你就是很呛啊。”然后呢，沙西米说：“我分明就是沙西米，不是瓦萨米啊。”但今天不管怎样是瓦萨比、沙西米还是鲁鲁米，来看春和剧团《爱情瓦萨米》的大排演。重点，重点，重点！今天来排演的卡司呢，都是我们艺术界的前辈，也是我们的国宝，哎，不是国宝，但是呢，是一个非常有地位的才子才女。那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现在上去看吧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六楼之一上面的小阁楼，看到他们的彩排。想到彩排，爱德华就有一个戏精在内心中非常的害羞，但是呢，我又忍不住想要来表演一段。爱情总是让人迷惑，爱情啊，爱情来恰恰红到你鼻，空就心别了，嗯，是不是？嗯，这样子有够 musical 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应该要选我，还是我应该有这样的机会呢？这样子，好吧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今天我们的采访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已经来到了拍摄排演的现场。现在呢，我们有机会先采访呢，我们非常非常出名的 YouTuber 萧志维，跟我们戏剧的小神范植强，我们请他来。哎，差不多啦，请请请。哎呦哎呦，你看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八弟萧志维。大家好，我是范植强。今天呢，那个这部戏呢，在你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应该上演了第一次，没有那么严重啊，没有这么严重，哎呦，是啊，我们现在才十七啦，对对对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哎，哥哥那个植强哥哥十八，所以是他大我同时的回忆就对，对儿时从小看到大，从小看到大，喂喂喂，因为这舞台剧真的超夸，就是十八年前，真的，是十八年前吗？好像是十几年前演过一次 ，OK， 然后现在又重新翻演，所以里面的卡司啊角色都换掉了。那除了郎姐以外，全部演员都换新的一批，厉害厉害，很厉害。那你也长大就，你们也长大，所以你们两个在里面是演什么样的角色？我先吗？因为我在里面算是比较精神分裂，我演了五个角色。哎呦，对，然后分别是有那种就是健身教练啊，就是有点女性特质的，然后还有那种打电话骚扰别人就很变态的那一种，对，然后还有警察阿成前夫，对。就是演了五个角色，然后五个性格都非常不一样，所以我常常就是演到会那种精神分错乱这样子。对，就我觉得是一个挑战，因为我之前在网络上面都是比较属于短片类的嘛，对，然后是近期因为有这个因缘机会，然后郎姐给这个机会，所以才来演舞台剧。哦，完全不同的挑战。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戏剧班出身的，你也是祖明老师的学生。对，那你走到了做了 YouTuber， 但是你现在回来到剧场，那你现在的感觉，你会觉得这次会给你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？因为其实自己给自己压力蛮大，然后也下足很多功课。因为我们在剧中我们要抬人，对，我们有舞蹈动作，然后有歌舞，然后这是为了就是要抬人，我们自己身体都要练得很壮，所以我在短短一个月内我瘦了快8公斤，就是为了舞台剧的排练，然后我去健身运动，而且我们在那个戏里面我们必须要裸上身，所以我们一直非常密集的在训练。所以两位是这个剧场的小鲜肉就对了，是吗？肚子，哎，刚刚全部是讲你自己，是讲我自己，我们还好，没有。对，那我们问一下这个，我们该回到这个大根啊，不是，他不是大根啊，乱讲，张兆志，喂，葛西健二，喂，哎，我叫范植强，其实我就一直都是在舞台剧的演出啦，之前有在儿童剧，
对，赵哥的如果儿童剧团的做一些演出，那这一次也是非常幸运，郎姐邀请我跟大家一起演出，所以等于说我花了蛮多的时间又重新再接触这种比较成人的表演，成人剧，对，以前都是在。大部分是在花时间是在儿童剧上面啦。哎呦，充满爱心的哥哥，我好喜欢哦。对，小朋友很可爱，最可爱了。难怪我看到你非常开心，救命！哎呀，小朋友真是好啦，要不要一起跳舞啊？小钟哥，小朋友，小钟哥，小钟哥弟弟，小钟弟弟 ，Magic。好，嘿，好好，回到重点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这一次啊，就是这么久再回，从来回到成人剧的这一块，很开心啦，而且在剧中呢，演一个角色其实很好玩。他是我是饰演娃娃姐，娃娃姐的老公。哎呦，真的是三生有幸。对对对，摇滚教母，你演摇滚教母的老公，太厉害太厉害。对，这个老公呢，他就是有点油腔滑调，对，滑头滑头，然后嘴巴很爱讲一些有的甜言蜜语啊。这个东西跟我本身啊很像吗？也一模一样。没有什么区分，有点接近，但还是有一段距离。哎，对对对对他其实是很，就听说他五月的时候，五六月可能要结婚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所以跟他角色上面其实有落差，他本人是非常的专一、专一、专情，对爱情是很投入的，很投入。是是，那现在要做一个爱情的宣言的这个意思吗？爱情，你要做老婆啊？是这样的意思。现在有点害臊，这样有点害臊。那回到主题吗？啊，回到主题，对。然后这个角色就是，然后再刚好跟娃娃姐的互动啊，都会非常好玩的，很有趣。嗯，对啊，里面有一段猛男秀实在很精彩，我们真的是就是拼了命的要对那三个女生调情，就是极尽所能的调情。感觉好十八禁小学生好像不可以看的感觉哦。一定可以看的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们会尽量把一些OK 绷贴住嘛。我们尽量说该去嘛，大家去嘛嘛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好 ，Anyway。这非常棒，所以呢，我们呢可以敬请期待这个爱情瓦莎米，那有这两位新的小鲜肉生力军的加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时间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要来支持哦。双龙剧团。